然古佛行意略传。师尊乃天然古佛，曾于宋朝末年化身济公活佛，而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再度道庄降世，生于一书香世家。师尊姓张，公长祖，名奎生，字光弼，祖籍鲁西，山东济宁城南乡刘店人，父会玉玺，母乔氏，家道小康。师尊降生时，因北京天坛失火，所以黄河以北半天空红光四射，而且一向浑浊的黄，当天突然清可见底，千百年黄河每次澄清，便有圣人降诞。民国十九年，与师母在山东省统领天命，为一贯道后东方第十八代祖师，亦为白杨二祖。民国三十六年中秋，因为半道操劳过度，溘然归天，住世五十九年，墓住于杭州西湖畔。圣降这一天，红霞布满了天空，宁城的上空竟是耀眼的金光，人们怀着亦好奇的心情争相议论着这般奇景，远处又听到有人敲着锣，黄河清了，黄河清了，黄河每次清晨必有圣人降生，太好了，我们的古日子有出头的时候了，这真是吉祥的一天，中年浑浊的黄河竟然变得清澈可爱，而红光色的景象也是人们从未见，这现象夏清末官僚腐败列强入侵的时代，给了人们一个救世主的期待，这正是光绪十五年己丑七月十九日，在漫天金光中，突然一道强的磁光射向宁城南的张府，张府里庄贤淑的夫人经过阵痛产下了一子，这个孩子带给他们无限欢喜与惊奇，他的相貌不凡，平顶方头，摇眉顺目，明净的双目有双重的瞳孔，鼻高秀，整个上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圣洁光彩，而且两手掌心中有着左日右月朱砂红痣，两脚亦有红朱砂痣。这个出奇挺拔俊秀的婴孩，正是身负普渡三曹使命的师尊天然古佛降世求道。张府是一个世代请的书香世家，张父亦是饱读诗书清风亮节之士，自从有了这个出类拔萃的儿子后，张父每日亲授诗书，盼儿子成为有用的人，瞻彼其傲，露竹依依，有匪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色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终不可喧兮。大学之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字一颗腔坚实的刻师尊年幼的脑海，每读一遍，他那提幼的心灵便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圣贤涤荡震慑。而在教授师书的过程中，张父也逐渐感受到他的这孩子有着超凡的智慧与救世的使命，因此更不敢忽待，含辛茹苦地静心教导他。春去秋至，暑往寒来，转眼间年幼的师尊长大成人。他天资聪明，本性忠厚，相貌堂堂，走起路来龙行虎步，飘飘洒洒，真是一个超尘世气度凡的青年。父亲所教授的圣贤他都已经通纯熟，他的领悟与智慧也令张父非常欣慰。男儿志在四方，二十二岁那年，师尊离开了济宁，前往上海，跟随着姑父在上海当军官。
然军旅生活毕竟不是他的职志，所以他的心中始终有隐隐约约的忧愁。不久家乡传来父亲病危的消息，师尊眼泪不障流下，即刻辞职返乡，张父却不幸辞世。了了者我，匪而一号，哀我父母，生我渠劳。了了者我，匪而一位，哀我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抚我处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儿时父亲教他读诵这篇诗经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无常迅速，挚爱的父亲竟如此英年早逝。体尝丧父之痛后，师尊决心身侧尽心侍奉母亲，从此便在家中随母管理家业。而这时也正是中国陷入焦灼混战的时代，腐败的满清经过几番生死挣扎后，终于灭亡，中国进入一个窄的民国时代。民国时代对如黎明的曙光般充满希望，道要普传在君权时代是不可能的，唯有民主时代道才可能进入普渡收援。那时大道在十七代老祖师的领导下逐渐广开普渡，暗度贤良。民国年也是师尊27岁那年，尊遇见一位四处传扬孔孟一贯之道的耿老师。由于他自幼饱学诗书，对这自称孔孟一贯之者敢轻易相信，于是先请母亲求道。师的母亲乔氏是一位性情慈和、端庄贤淑的慈母。他求道以后，了解了孔孟一贯之道为真正解脱的大道，非但可度人了脱生死，更是全人类的救赎之道。于是嘱咐师尊快去求道。在拜殿上的师尊凝视着佛灯，这柱神圣火焰令他心中似然醒悟了，智慧的佛光引领着他过无明地。当名师一指时，他仿佛觉悟到久远以来自己生生世世在阎浮提来来去去的在度众生，而这一次他到四天父的使命比以前更慎重了。到以后师尊才真正彻悟到自己自幼勤读的圣贤之道的精神就在于求道，唯有求道才能真正奉行圣贤之道，也才能度越生死海。从此他决心尽一生的能力唤醒沉睡在世间的迷人，救济沉溺在苦海中的众生。于是师尊便跟随着耿老师奔波传道，但每当师一起早是能来急求道，泪不雨水奔不住流下。他决心要超拔父亲，然而当时要度100人才能超拔父母。师尊虽然四处度人，且已度了64人，然而度满100人是需要一些时日的。师想到父亲不知在何处受苦，心中忧愤行于脸上，耿老师看在眼中，十分感动。为了成全他的孝心，耿老师亲自叩求17代陆祖老祖师。老祖师虽然十分愿意成全，不敢擅自开立，所以恭请老母批训。老母也为师尊的诚心与孝心所感动，同时也为了替世人广开克尽孝道之路，便欣然允诺。由此人开始64功一果，从此诚心修道者度64人就能超拔一层父母。古来的修道人常为求自己的证悟而抛家舍业，把家庭父母置一旁，
旁而只求自己证悟。殊不知人道乃天道之本，师尊对父亲母亲的孝思正是为白羊旗的一贯弟子做一个最好的典范。贺恩师天然古佛圣诞，7月19日。